下一个家第三集，虔诚嘅孝惠 B B 同 Maggie 嚟到咗黄大仙庙拜神祈福，仲品尝咗地道嘅越南美食添，再同湾区本地嘅粤剧命令一齐唱翻几首经典名曲。最后我哋梗系要带大家去睇下孝惠 B B 嘅90岁生日 party 啦！想知道现场系点？星期二晏昼6点准时收睇下一个家。下一个家特别鸣谢以下赞助单位。